这一台刚好七个人哈。上楼的消防署的，那时也是上楼的，对啊，这个三寨嘛是透天啦吼，风雨不大吼，啊，顶摆提下风看尔，这不是在用嘛？有啦有啦，还佫有用起来的哦。灌溉啦，你看。无啦，我是讲冲起来，水也嘛还佫有得着啦。有啦，哦，水车同我还佫咧用得着啦，哦，还佫咧走咧吼。这水拢伫两千公尺的山去落来。顶悬山顶落来啊。哎，你也看，左边嘛是有啊。哦，这常年拢无有水的哦。哦。花莲袂。哎，对啊，哦，无了，去当食的哦。哎，是啊。啊，有可有好食？花莲拢有去食。你花莲有去食的吼？哦。啊，那算野生的咯，吼。哎，拢也是。嗯。算景点咯，哦，无一般游轮车无咧来。无啦。这个游轮车无会登去啊。爱在地专业专业才有啦，吼。泡葬花，看风景啦，嘿啊，看风景啦，嘿啦嘿，嘿。最主要是这档啦，对啦，这档先管咧海啦。三弟弟有无？这跑道快点啊！这得一条，叫一个跑道有无？好好好，四方方块宽宽的那个就是啦，那个飞机跑道啦，哈。好。啊，遐看了一支灯塔吼，哦，在花莲港。海岸山脉哦，哦，这在这山。看得到，这在海岸山脉哦。身高。按着它会移动。对啊，啊，这个厂就是你要耕田的所在。哦。所以咧，讲这景致性有无？嗯。哎，是早期本人拢有规划。东富鸭啦，中小人啦，新义。迄口路了侪侪啦吼，滴滴啦吼。哦。嗯。对。哎。这暗时来看，真水很。无啥物会啦，无啥物会。哎，无啥物，哎，无啥物，无大。这那是台北暗来看较水。嘿啦。啊，叫潮州这样，啊，哦，迄上悬的啊，哦，啊，来这边有啦，有搁较悬啦，实际试试，哎，对对，哦，这啊，这就是紫薇灯哦，新的紫薇灯哦。我会记讲，敢那伫咧山边啊，啊，内面足水的，哎，伊咧食饭，什么时间吃都可以呢，伊二十都，你啥物时阵要去食拢有，你会叫咱顺去。哎，总长伫市啊。哎，看好，看好，没啦，没啦，刚刚一米多，我有一点惧高症，明仔载个，哦，七站。啊，因那种基督教的形体吗？基督教，看迄不是，这不是吼，哦，因为汉人的哦，哦，不是嘛，不是产地的哦。所以你要看，伊这个美轮，你至少伊边啊有迄老阿厝砸掉，砸掉，所以你得一个方向而已哈。这大可能是这什么是西药山洞啦？西药山洞要来啊，要下来吼，哎，要降落啊，啊，要载物件来。好了，可能要降落啊，要。今麦不是无迄落客机啊，无迄落咧载人客。啊，有啦，花莲有啊，足少，有啦，啊，少人坐啦。华西。现在有花莲飞香港啊。哎，有那天有报道，对，有花莲飞美国运输机降落那个西澳山洞，西澳山洞，哎，我们那个客用机场哦，
哎，军用，哎，军用跟民用的，哎，花莲机场。哦。哎，降落了哈。直升机就来啊。个后边个直升机。直升机是升军的嘛吼。啊，爱看爱看。嗯。爱看颜色的，军的拢是有起衣，这应该是军的啦。不是军的，一般兵的，跟直升机的，哦，消防队又不一样。黄色的，啊，都看到个黄色，黄色的跟红色的消防队。啊，这个太平洋来了啊。哎，啊，你的这直线距离就是日本。啊，你去是日本哦。啊，你的四点钟方向去就是加州、墨西哥。哦。哎，你后边啊是加州跨过来就是按华联啦。啊，迄个冒烟囱，迄个是按华联的污染源呢。不违法。关山公司。哦，无啊。不是啦。这架是军的哦，哎。这架军的，军的直升机哈。可以直升机，可以。嗯。敢那绿色、墨绿色的迄种来换啦。这是军火的。黑鹰啦，后背唔只有新的驾驶啊，驾驶啊啦。啊，卡达上迄白白个是。哦，对啊，因靠咧。特别来日本人开的消费了，对啊。日本对岸岛呢？第二次在，第二次这样子生病了啦，能上就。这种樟树哟，哦，对对，提炼樟脑油，嗯，提炼樟脑油那种哈，因为台湾不是做樟脑油了哈，以前那个拉拉山那边，对，那脚板山呐，脚板山下有那个工厂啊。樟树是樟树，台湾在全世界最多的哈。最多哈，哦，啊，怎么他们不是提炼了没用掉哈？怎么能化学的？化学了哈。樟脑油的话，嗯，这樟树是安台湾的国宝。好。我够无哦，讲个只个较无棒，你等下，因为樟脑油偏棒的吼。你这植物就刚好两种哦，一种跟它青的吼，一种跟它红的吼。啊。加那个树了。两种，两个型。就是较青色。两个品种哦。哎。安尼哦。哦。哦，看个较青，啊看个较红安尼哦。我看过两种。哦。边啊拢大理石啦。哦。花莲是石头的故乡。像你们大理石，大理石吼。花莲出山。哎，冬天玉啊，猫眼玉啊，玫瑰石啊，拢是只吼，先把石啊吼。你若要捡嘛，先再来捡啦吼。哦。哎，落雨了再来捡。别再捡了。我捡这个你的。哦。可以啊，捡不要紧咯。有啊有啊，还捡这个你。哦，不要紧。但是你别再开车来载。哦，卖用车载，我人提不要紧。就客。实在你提不要紧，大小的实在你提。安尼啊。别再开车来载。哦。佫有这个规定嘞吼，伊规只在拢大地，迄个拢袂使，迄个袂使，哦，迄违法了吼，违法。迄个监狱啦，哦，花莲监狱，花莲监狱伫遮，有两间啊，一间是集中式的，哦，其中一个，哦，花莲监狱，对，啊，另外一个是最幸福的，嗯，那个外衣间啊，自强外衣间，哦，这边是往木古木古木语加泥潭呐，哦。哦，佫佮日本厝完全共款嘞吼。第一个是伫泰鲁阁啦，泰鲁阁内底啊。第二个是你阿带去的汽修院，汽修正修院。第三个是你阿带看到西宁市。哦。啊，这到这边就是木瓜溪啦。木瓜溪木瓜溪哦，这条哦。啊，木瓜溪有产玫瑰石啊。啊，这不是源头咯。啊，源头是山内。佮山内还佮源头嘞吼。哎，这是下游，下游。也佮剩下游咯。对。哦，源头是山顶哦。源头就在木古木鱼那边。木古木鱼遐是源头。七台山。哦，七台山。遐算七台山哦。哎，木古木鱼算七台山的哦。好啦，也木瓜溪。山下，哦，木瓜溪，木瓜溪源头底下。哦。七台山呀，南花山呀。哦。啊，这大个拢是泰鲁阁族啦。泰鲁阁族啊，这个呀。哦。嗯，阿姨唔是到。今天有吃冰的行程啊，我给你传这边的行程。好。啊，这是木古木的源头，诶，鹿山口。
那个右边那个是旗下山银那是。跳起是有一个崩塌地的。不是上银那边的。不，银那边什么山？右手的。哎，著名男生都一般到嘛。看树木嘛。嗯。跳起慰安妇的发生地啦。什么窟？慰安妇啊。慰安妇，即以前平安慰安妇，即哦，哦，日本时代慰安妇，哦，即个地就是哦，即角的去啊。华林有两个所在，即是。好。啊，这两边拢是泰鲁格族。泰鲁格族，香槟泰鲁格族啊。以前吼，日本人。看落来集中管理的啊。哦。啊，这做刀的，敢泰鲁格族？做刀啊。做那个啊，刀拢是泰鲁格族啊，泰鲁格族的做的吼。你若要收藏，会使来买啦。一件两千块尔。去新埔的。啊，无来买啦。啊，无你，那边违法，那边是抢。违法带刀。无，刀这个是观赏用的。观赏用比较紧啦。对，观赏用就袂来这会使啊。是，还是可以。还是可以。丰田哦，在寿丰哦。丰田一民村啊。哦。哦，啊你。什么潭？那个这鲤鱼潭，鲤鱼潭唔是苏凤乡咯？哎，苏凤乡，哎，南部上大的天南湖。天南湖啊，哦，咧整理了哈。几月？几月？七月一号。七月一号哦，暑假啦。暑假。暑假那边偏人气的啦。对对，这边。哦，鲤鱼潭哈。叫几只鲤鱼啦？啊。叫几只鲤鱼？哦，叫鲤鱼潭，叫鲤鱼，这叫鲤鱼。加没落啊。没落了吼，较无人啊。哎，哥，你若无，即阵你若要台东吼，拢行这条路啦。哦，哇，改位比较过咯啦，一条新路行过啊。哦，不怪啊，即较没落啦。哎，啊，即第一阵有一个创新啦，创新开吸引了游客来啦。啊，叫一个迄个日本时代砍鱼落去的一个森林诶，池南游乐区。池南游乐区啊，内底是鱼落去诶。哎，对。哦。按日本时代，华人啊，台湾有四个行落去的产地嘛。第一个是阿里山嘛。阿里山。第二个是台中的八仙山嘛。八仙山。第三是宜兰的太平山嘛。哦。第四是按华人的那个林天山。林天山啊。林天山跟刚刚这个。哦，林天山啊。哦。那边啊。啊。伊拢天然的甘蔗叶子。啊，伊是受风的气候来对向。天平起起，要伫个天桥，看到遮个啦。点吼，来到位了吼。啊，等下要接九号公路啊，九坪就结束啊。好，搁继续接九号公路啊。啊，这条九号公路。哦。九号是按台湾上。台九线。对。屏东吗？无，甲屏东。甲屏东嘞吼。凤港啊，凤港。甲凤港嘞啊。伊这工作兵啊，一年都要做。大家拢排队呢吼。警察来来才开单。嘿啊，我袂停吼。好，你们先下车好了。好，好。嗯，芳村冰店了吼。哦，这较好停啦。哦，这边的火车站停这较好停啦，免去停到遐啦。哦，这是火车站。嘿啦，哎，嘛无位呢，无位，应该进来遐停者无要紧吧？啊。小可可停者应该袂要紧啦。哦，桥下呀。是诶，真正是。嗯，是做这人吼，这应该袂要紧，红线的。啊，红线。红线的，警来开单的，警察警来开单的。哎，谁过来？红线拢没事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先下去哈。好。叫一个台东农场啊。哦，可以。哎，警察啊，退伍会。哦，退伍会开的啊。一碗五十啦，哎，看你若食迄个一人一碗，你若食无个两个人一碗。两个食一碗就。哎，啊，伊才点两个。两个食一碗。饮料，哎，饮料。哎。这头前拢。有人点面袂使共停啦，吼。迄人会讲话啊。苹果店，伊写苹果店，芳村苹果店。冰淇淋啊，是要食冰干的冰？食冰就好啦，用加迄冰就好啦。
两个吃一后。别扯飞啊！我们先找位置吗？先找位置吗？啊？最后面。然后两位还姓黄的，啊，带两个脚，这个多带呢，不要紧了，哎，黄了，哎。我再来叫来。我再不要紧了。哎，阿伯叫来，姐姐。来吧。保一栋，哎啦，保一栋会使啦。你敢问？爱敢问啦？爱敢问啦？敢问？爱问啦。唔快卖卖，无够无够卖了啦吼。
就开去卖物件吃啦，无位啊放来吃啦。哎呀，过来，今日刚买，今日开工，迄个嘛，真爱甲人讲话，讲足多呢，讲历史呢。伊讲这拢迄个感觉做的啊，哎呀。哦，老兵的社区，哎，金金公馆，哎，建村啦，公馆啦，哈，建村啦，哈。哎，伊家过年弄个1月1号弄个升旗典礼嘛。哦，绿色馆，哦，抽上去再冲下来哈。哦，晚上抽上去，白天冲下来。前面这条溪叫寿丰溪。哦，就寿丰溪啊。桥，花莲只要过一条河就到另外一个乡镇了。好好好。花莲为什么？花莲。好，几个景点。给凤林哦。兆丰农场。兆丰农场，好，兆丰。兆丰农场是家的哦。对。星光的，星光。星光兆丰农场。那里面也有住宿吗？啊，有啊，一样有啊。哎，那个小木屋啊，还有温泉啊。好好好，好家有温泉哦。哦。温泉都在地震带了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是地震带哈。啊，卡新，哦，卡新啊。哎呀，哦，你这五股了呢哈。哎呀，面包树啊，还有面包树，哎，那些拢是不难的。你看做大嘿，钱足多啊！你看，拢红啊！你红的，红的，无伊个伊个足大哦，伊个足大哦，它会再长大哦。那个是小小的而已。哦。啊，你这你面包树你等于本地看袂到。哦，大安家有生产了。伊这是热带植物。哦。四十年。这种迄个气垫车就对了哈。气垫车嘿。咱家大安家做个。无在啦，我那礼拜较有人个。花莲人拢爱开车啦，对啦，啊无咧坐车做无，无对啊，个广阔啊，很大片，坐公车二等啊，坐迄只嘛二等。啊，你公车咧等要等七点钟。对啊，浪费时间无法度啦，甲咱市内同款，然后桥都爱遐坐啊。啊，这花莲的长辈哦，嘛是拢爱。哎呀，伊爱开，爱开车。这是正餐，叫人坐坐咧。以前花莲拢是担心点遐过。安尼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靠边，你看，哇，是六十单山路，是哦。无，还袂到。还袂到，还佫离较远嘞，吼。六十单离富里啊。还佫富里嘞，吼。那花生。哦，拖大马路啊。哎，那个剥皮辣椒。剥皮辣椒，好。这拢是花莲的特产。拢直接的特产了，啊。哎。所以闽南站的土地拢较好嘛。哦。啊，以后较来是客家哦，客家拢。用地安台湾的山卡嘛，台湾山边卡卡哦，安尼吼。所以客的意思就是后来。哦哦，后来意思就是客家。闽南人含客家人咧小拍嘛。嘛有啦，迄阵嘛咧种，较早嘛咧种啦吼。客占些多。为咧种土地款吼。所以在你那，闽南客家诶互不相。哎。跟你在两下接下来。哎，啊，到这边是凤林的农民医院，是啊，农民医院，哦，凤林的。这生意就是凑合了。安尼啊，林田了，个个就是林田了。那个林田山就在这边。哦，林田山啊，万隆啊，万隆乡啊，万隆乡，哦，过几个溪啊，哦，万隆乡，啊，这石头，林田山主角啊，满背主角啊，林田山啊，哦，主角，主角，主角，对啊，好黑啊，对，林田山我们小，林田山捌去过未？无，无啊，那底个有搞？哦，咱第一次要去遐食食饭，哎，食伊个做个健康个料理，料理，哎，这是。因拢讲吼，对风味餐呐，哎，对风味餐，哎啦，因前做个料理拢讲风味餐，哦，迄个
一点一点的拢变两手啦吼。对、嗯，所以现在开始吃槟榔发烟了哈。怎么较无啊啦？怎么有？怎么不会教育了？有教育，较怎么少年人较不会吃？较不爱了吼。哦。较少了。有差了吼。像较早迄老辈改较袂起来吼，我少年卖吃着就袂啊。啊酒嘞？酒嘛是有啦。有感觉有改了。无啦，我是有啉啦。啉。无啉番济。你的 DNA 里面有这酒的 DNA 啊。哎呀，无多啦吼。啊，拢真正拢米酒吗？无啦。现在没那米酒啊，较赚钱啊，嘛是会食，哎，就较高的酒，哦，这样吼，华林那边啦，华林诶，华林是咱台湾最无毒有机农业的最早的城市，哦，人家大拢是大人嘛，拢是长辈啊，嘿嘿嘿，拢钱也无赚，我袂使，嘿，主要拢会比较贵，拢下，哦，这个糖厂二战到现在都无损害，不过嘛真用呢。对，这个我们上次游览车也有来吃过一次啊。啊，有游览车来吃过啊。嗯，有来吃过。但是应该没有来吃过红瓦屋吧？没有。不晓得。你们应该是吃那个新玉啊，客家的那一家。啊。不是，他们说有游览车有来过。有来过，嘿，来过一次。我要去看才知道。嗯。他还不晓得几家，那里面有几家？你们应该是吃，还是吃拉烂？忘记了，忘记什么名字？只有两家嘛，新绿嘛。忘记了。新绿还有蓝。你再看几家？新绿啊。新绿啊，我嘛，但是我看厝才会记，无得挂影片。新绿家了，等于看影片较准啊，但是我来第一看到一间厝的形体啊。新绿的迄个豆腐乳啊，做名，做个正。哦，你们这么餐厅兼有咧做卖物件吼？阿妈是四间。这四间五间咧吼？那五个人咧做吼？你讲吃？有个招牌，五个这个营业单位。是。哦，好，有人吃对啊，有人吃啊，对啊。加几间吧？应该这间对。对啦。这应该这间有人。这间香华屋。我是讲伊以前那么多来来这里啊，吼。哪里？哎呦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应该没有差。没有停车位。差一点点让它透气。那不是这间啦，较好迄间的款啦，无同啦，无同型啦，无同型啦，嘿。好，那就我们点了。好，你们点就好了啦，因为它这不是风味餐，我们没有吃过啊。都吃哦。对啊，都吃了。嗯。请来。这应该是鳟鱼对啦，大部分是鳟鱼啦。新门地下一个印象馆，一张一百块尔。
是蔬菜拼盘。蔬菜拼盘。龟鸟。嗯。葱油鸡。啊，待会我给你点面包粿。面包粿，哎，再帮忙一下面包粿。啊，哎，紫米饭。紫米饺子，还有芋头。对。哎，今天这是营养午餐，哎，健康了，健康了，健康餐了，哎哎，健康餐哈。我那没多吃这。那唔知影路，那无因穿唔知影路啦。去冰冻的食过一届，你这大包，大包六斤，吃袂掉，吃袂掉。这样子的眼泪啊。那叫闭目了。闭哦，闭目，闭目哦。啊啊啊！鱼来菇，鱼来菇，闭目了。下锅才会。现在锅中内温都升了，完全靠这石头热度来煮熟。我这石头非常特别，它叫墨绿玉，它可以耐热到800到1200度左右，非常烫。然后有这丰富的矿物质，全部都要释放在这个汤头里面。然后锅子也很特别，是用槟榔树的叶鞘制成，对，因为它密度非常厚，它会有这个保水跟耐高温的作用。我们这些石头只烧一次而已，不做重复烧，因为它烧第二次很容易爆开，容易陷。我现在放下去了，叫西洋菜。那西洋菜有在润肺的功效哦。待会上锅菜跟虾先吃，鱼肉再让它焖个2-3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谢谢。定位较慢啦，嘿，无定位就较慢啦。伊来才讲的啊，食食食，面包糊，嘿。菜他先吃鱼啊，等下面炒完我再来再吃啦。哦，那个滚长长的。无啦，你刚来这尔，刚来这就头了，还在滚了。一天就是上就这边8点多。哎，石头无好起呢，啊，拄好石头好起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一天吗？可以啊。女性有只有他们是做那个餐饮业，就是那个。
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叫石头火锅。我们都市里面有石头火锅，就不是这种了，不一样哈，一样名字哈。这是真道地的，道地的石头火锅。你讲这道菜好像石头火锅啦，啊，多起来，你讲石头火锅都无石头，你讲呐？哦，人家在新疆用石头做的哈。好、哦，这石头火锅加加，哎，那么加什么化学的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综合果汁啊。哦，有那个小小的香橘吗？对啊，那香橘是小颗的那个吗？这是我们原住民所在叫乌龙。原住民特产。加小米酒吗？加小米。没有酒。这个。哎呀，豆掉了。不要倒掉。他们有人要做一点菜哦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别逗掉，这样太难逗了。好了，不要带太多，应该不用喝那么多，哇，那个很毒啊。那个起变数啊，看你讲那边要起变数啊，系啊，无够用了啦，啊个固形了啦。这就是做的虾啊，做烧做做汤的迄个做汤的啦，拄啊迄个石头火锅用的啦吼。热啦，主要是热。啊，唔知你倒坐来。对啊，这伫迄个糖厂做诶，糖厂遐做来哦，坐到遮哦，爱徛点外钟。哦，免啦，糖厂迄边来到20分钟哦，哦，20分钟，没有电动哦，哇，无，哦，特别生上海的，哈哈，你这个母猪哦，今仔老乡都吃啊死，有啦，上海，贵个，这猫头鹰啦。哦，猫头鹰在我们阿美族来讲，可是送子鸟。送子鸟。送子鸟，或是保护小孩子的。哦。所以这边刻很多猫头鹰。嗯嗯嗯。
个情况哩，对，只个看情况哩。这细蛋在咧生。工厂的冰淇淋你没有吃过吧？不了家，兄弟生了年纪。我现在还三百啊。哦，这风景还可以的，真水了哈。沙地。哎呀。无啦，花莲的波浪大道。哦。无啦，无金城武啦，老金城武个五个是啊。金城武是不是啦。来啦，金城武过来。哎呀。啊，叫金城武来一抓就好啊。啊，叫金城武来一抓。嘿啦。即我看，遐企业家叫伊行，我甲叫了一撮就下啦。迄一撮开袂少了，先前有。啊，迄、那个红色迄、那个别墅，就是监狱。哦，遐、哦那个监狱啊。全台湾最幸福的，你看这所介绍了。这边早餐有那个保育类的环境制啊，环境。哎呀，所以你好无讲。我伊甲你讲小心环境制，我这边买下来。哦，啊，他在路上跑的吗？还是飞的？哇、哦，亚新耶，是宝鱼嘞。我是在路上跑，还是在空中飞？啊，无你那边啊，这好好好好，无了嘛，环境支出嘛。好好好好，啊，这有可能会去弄到对啊，加加班的，没有没有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水的。嗯，哦，这树上最近才种的吼，看是要长呢。这什么？哎呀，造林了哈，不止。十年，五年无得大呢吼。十几年啊。十几年吼。我来华林就是好有啊。哦。我来华林十几年啊。这甲迄个鳌鼓遐，迄湿地种遐差不多要同款，你看种树啊，唔知共种种无，形体要共。啊，但我再无啥适合。我了解啦，我无人机甲大理啊飞。啊，无适合嘞。我有空白机。啊，你有哦。有啊。哦哦。我会欣赏。哎呀，我看迄空白机一台有万外块，有两三万的吼。两三万。大概是一万六个，还有万外块，嘿啊！我看还有万外块，我顶日去光华商场去捞一千。这装饰艺术啦，这高雅哦，装饰艺术。哦，这本来是咖啡厅啦。哦，对啦，这本来咖啡厅。咖啡厅啦。哦，啊，今天无咧营业袂款。今天拜日无营业。哦，拜日无营业吼。嗯。啊，左边有那个风车啦。哦。啊，你带有买落来行？有啦，公，啊哦，迄个卡拉车，有啦，公车嘛有来啦，公车嘛是有来。啊，那我们上个厕所啊，要上哦哦，看你厕所啊。这边冬天可以来骑脚踏车了哈。哦，冬天就可以。哎，骑一个上午那也骑不完。哦。冬天啊，差不多早一会，早一会。早一会较袂晓骑，较袂。较袂。这老囡仔来上课。去年有来啊。那这边五月是可以，四月可以。哦。没有，我才一会哦。哦。哎。教堂啊，那家。哦。规风景拢真水诶！农产品哈，哎呀，就农民就没有透过那个中介商，对啊，这。
看，从旁边看就知道啊，它是一个钓竿，是吧？啊，钓竿，钓竿，嘿嘿，好几条线，钓线，嘿。这样就有那个拉力了哈。这两边都是单车道。啊。因那边个买物件，去买物件，买要再要坐车呀。系啊，买物件买要再要坐面，再要去去。诶。咱要先提行李，再去了买麻糍，啊无就买要怎啊坐车安尼，伫车头边安尼啊，嘿，啊如果顺路啊，系啦。系啦，你叫。对啦，啊你啊量一点嘛，无惊耽误着。坐喺车头等一点啊，等死也袂要紧啦，嘿。这条最长的，最长啦，通到哪里？126公里哦。126公里的哦，这条的路名哦。193哦。哦。那下次啦，再开车。哦。塞得真冷哦。啊，这监狱啦啊，哦，对了，这是监狱哦。花莲的监狱的家哦。哎，这外衣间。两个地方哈、哦。刚早上看就讲一个哈，哦，还伫个吉安遐哈，这种受刑人，受刑人，这个，我这边我有咧行呢，旅游机构有咧行呢。你行头前，你到行边个位，无啊，你若行，你无都行边个无好看，伊会闪过闪过啊。啊，那伫你行，才袂镜头看，才袂得摇啊，才袂得生就生啊。啊，你行头前，伊个个拢有照到啦。你要讲3:40啊？哎呀哎呀，3:40，3:40。哦，好啊，你先帮我录，3:40。这地壳的啊，拢上班，做钱的对啦，出来做事的啊。你这拢在外口做代志啦，较无像朋友那么一样，没有那么不是重心犯啦哈。对对。啊，你啊，迄重心犯拢十公关的，对啊。哦，啊，这是凤梨啊，哦，这是凤梨田啦，哈。啊，佮佮头前二个，佮是迄个又文旦。有见文旦嘞，后边那个是文旦。哦，后边那个是文旦啦。这文旦，哎，哦，哎，文旦。这文旦啦。哦，这文旦。啊，这拢我拢老长的，老长的吼。哦。生出来了，开始生出来了。嘿，这大条路啊，这大条路啊。十月。再高的修理，啊，就成熟了哈。变化，土石流拢老了哈，拢山顶老了。哎，所以水高，那石也无清嘛，无多了哈，会崩起哈。反正山石拢上一大包啦。对啊，再一大包。哎，东山北运啦。对，啊，这种管理人员。哦。对的呀，拢是。拢咧种田啦吼，种做一寡代志啦吼。阿叔，你要倒去无？
住一边啊。去啥物件？好，我落去。对面啊，对面啊。哦，遐哦，哦，迄个、迄个，你去，我落去就好啦，嘿。对啊，你要做做片片，你再看片就好。你今仔去遐一只牛。好好。好好，来。花蓮外建議蛇神龍老祖的地方，那你有吃北爪啊？哦，北爪活的嗎？對，活的。這樣喔？这个部落较大吼、这边大概只有礼拜六日才看得到年轻人。哦，再回来哈、休假才回来。大村落了，整个工厂吼，砖头工厂，红砖工厂。这住很多人。应该没有平地人住不惯嘛，刚才 混在一起应该不会习惯嘛。翻过去就是海边了、西部才有夕阳。好好好好。还是赶快转1193了。转过去也是193。我们今天走193回去。哦。在咧行，风景就真水啊！吼，那个坐车来，搁袂热。不走太久，太久现在。嘿啊，车多，哎、啊，这个风景比台桥漂亮多。哎、沿路看稻田有，这个傍晚的时候打开窗户，就有那个稻田那个稻谷的味道。像有的收割后那个稻草有味道跑出来啊，香味啊。
上学哈，对呀、啊，接下来再去上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是有那艺人学校啊。啊，差不多二十个尔。二十个哈。二十个老师有十个。哦。啊这附近这遐侪拢无来遮读哦。无啦，这咖喱鸭冻。咖喱鸭冻哦。你遐台语讲咖喱鸭，咖喱鸭就是啥？咖喱鸭。是大人称原住民叫咖喱鸭嘛？安尼哦，对啊，我妈妈拢叫咖喱啊，咖喱啊。安尼哦，哦，较侪人讲咖喱啊，哦，这对，名才好。咖喱啊，就是成员著名叫咖喱啊。哦。南部啦，阮南部拢讲咖喱。藤也除掉，它会，它会那个下雨才不会那个烧，就是那个锈倒了。再走过去就好了，嗯，红色的哈，都是红色的哈。种稻谷比较多哈，嗯，农作物只有稻谷，还有什么？看不同的地方种的都是别的。哦，这个学校也是废弃掉。哦，废掉了。哦，人太少哈。我这个不是在。哦，你不是在干？路上。哦。还有人在走吗？有啊，你下次还可以走啊。哦。啊，现在正大概来回大概三个小时。哦，登山步道了哈。哦口号，那个正跟他做战卫兵那个口号，哎，哦，弄得跟城堡一样，哦。诸多山，
以和进站。嗯。私人的 club。哦。啊，内底真大就对啦。嗯。伊比以后真忙啊，忙你口号，哦、你要知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。你若要买车，买较俗，你若等于台北哦，并过在海边哦。哎他发展机照来吗？哎，哦，你不要大麦呢？这里啊、哦，哦，新盖的哦，哎，以前的哈、哦。还有个国小，国小什么名？越美国小。这个在整套哈。好了，两等级啊。越美大桥，各国要在大桥。这边的财神庙，离开193了吧？离开了，刚才九号，刚右转是193，这个财神庙。啊、哦，财神庙，东部最大的财神庙。啊、哦。这阿美族诶，哎，阿美族诶，它的标志就是这样子哈，一个一带一个国旗打嘞。啊、哦，底下这条叫花莲溪。这条花莲溪哦，可以向北的，向北的。哦，刚才西瓜弄种的这条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。另外，看那个松，骆羽松遐哦。嗯。啊。哦，中华大学骆羽松遐吼，迄天出来都看骆中华大学迄个门口了呀。叫这无钱社区哦，对对，无钱社区跟无钱是纪念哦。哦，内底有纪念啊。民宿。去花莲港一下，嗯，靠花莲港，靠近花莲港那边对了。先上个厕所。啊、哦，花莲港。北下的是气象局。气象局的。雷达。雷达。哦。那你要去迷彩的公布。嗯。迷彩才是公布呀。哦，我在混江混两个花莲港啊。那也是。你是走，然后边再过去那边。
像足球哈，就像起那个。对的。哎呀。左边是文化中心的。啊，这边是文化中心。文化商贸。对啊，这条风景也不错啊。左边这栋是花莲最高的大楼。大楼。哦。啊，旁边这里。哎，已经是数九，已经看海了。十几楼。看海民宿。啊，看海民宿哦。对。啊。这花莲港哎，嘛是日本人做的哦，这花莲港。安尼啊。早时阵的。1920年代，这高楼，嗯。叫那个是哦，这对啊。这湾海军的基地。哦，海军基地。我海军的。哦，你做海军的哦。哦。你这做边过？我船上有考过。我船上有考过啊，哦，来这考。待我们在85度去上个厕所啊。好。这海军的大门，好，大门，顶高有雷达嘛，好，这大，啊，这条的撤离，我下，这条撤离呗，哈，好，你要啉咖啡嘛，再啉，啊，那边，嗯，好，好，上厕所就好了，哈，安尼，恁就先落去行行，我就要一杯咖啡，好，恁落去好，啊，去上厕所，好，哎，好。好，这。上厕所，85cc 来这下，85cc 来这上厕所。好，先上厕所啦，上厕所出来再出来。哎呀，你要行行嘞哈。手无力了。较紧去，对，莫甲理啦。较紧去，嘿，较紧去就好啦，嘿啦。袂晓用啦。嘿啦，袂晓用咧，牵拖。嘿啦。经船出发了，哦，不一台哦，两台了哦。朝向大海前进。花莲港。港务来，铁道。
饭店了、喔。哎，对，在最高的、喔。啊，它上面有一个游泳池，可以看太平洋。顶楼游泳池哦、喔。对。哦。那价位大概4500吧。哦，住一晚。住一晚。好，我们来切菜，刚刚来吃嘿，古早鸡哦，都要赶紧点的呀、啊，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来吃的那个，有印象哈。好，好来来来来好。他马上给你端出来。好。哦，来这机关那个在坐的呀、啊。哦。好吃哈、哦，哦，好好好，好。好。好，就一双款快再落落就对了，形体跟长共的，好，啊，料拢跟长共的啦，吼，好，好，好，叫这古灶鸡哦，对，古灶鸡，哦，四川的名菜，对，哦，啊，无等你即再备再给你包起来，对啦，啊嘛是内底包了卖老干，敢毋是，对不？我嘛是咧煮好凉啊，啊无咧烧烧咧歹提，对啊，嘛歹提吼。啊！你搁有啥物通落啊？互阮缀者，要赶等到台北咧。好，安尼好。嗯。好。爱甲你背无？也伫甲你背落无？对啊，即有人爱食咸的有虾啦，啊，搁照照你讲啊，搁咸，搁袂讲足咸。种，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，开水喝一下，或是饮料喝一下，就没有不辣了。昨天有影食起来袂歹，所以会搁甲你背啊。我们的辣真的跟台湾的辣不一样。嘿，照你们讲啊，真的。有道理，很实在哈、哦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谢谢谢谢，好，对对，拜拜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你有提无？啊，有我提一塔，我提一塔了哈，拜拜。哎。下桥那里左转那条是通到刚才那边吗？啊，可以。有哈、哦，我都看到那个台尾都不敢走。哎，哎，不是很确认，就不敢走那一条，所以走到这边再转。喂，市区的 GPS 导航还是蛮准的、哎。对吧？起来。那、啊、我们对，起来可以啊，刷电盒要注意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这都在后的，都后印的，后印那个铁轨啊。到河南拔喽。是花莲的脚踏车，就像台北的 U bike 啊，花莲是 O bike。等下叫伊算算算的先算。卖这多款的啊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哎，再见。那个点好啊。那个真迹发起吧啊。对。好。真迹看我们家。大，单行道。你叫他谁？我叫他谁？空间比较小，他有时候很多东西没有。哦，他左边那间，对，就是那一段。对啊，这就是他。那咱今天行了，敢那较远嘞？咱就桥一条开始往前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掂着平啦，无咧记。
一栋厝个钱。很客人造型、啊。橘色的造型。嗯，橘色的造型。等你了啊！你到呀，出来看不到车，免担心哇。我去设计的，因为这警察啦。不再休了哈，好嘿。大家拢袂记哩，今日开过来，大家都拢袂记哩。没有啊，有啊。我想试吃的呀。多少？哎、欸，也没有啊，还在做，还在做。来，这个做了。这个做很做，你摆什么的？土豆的。口味。哦啊，土豆的。土豆的。哈，你甲讲啊，你爱土豆的。啊，提盘去揢，就该揢了啊！你唔是爱提盘去揢？提盘去揢，敢唔是？无啦，啊那啊揢。我要花生的。小姐，花生嘛，花生要。哇，啊，好赞啊！我第一头甜哈。哇，啊，好大了，几两整啊！你们敢不敢？因为我们在赶火车。要坐火车。你们赶几点的？要进城去。哦，那行。哎呀，因为是搞大金砖。我记得我是坐他去。哎，那有没有多人帮忙包？这种写法。但真紧啦，应该是真紧啦，咱一点钟也袂要紧啦，无咱一点钟，咱一点钟的过时间的呀，怎么几分？怎么几分？要五点。对，啊，五点，搁一点钟的呀，啊，搁一点钟时间会来会付啦。五阿送一阿六嘛，五阿送一阿啦。有写，有写，内底有写。有写，写一个写，应该有写吧。旁边唔免啦。郑重话，我们一人三十可以。来，这个牌。好。好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好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上边为个上面要搁起厝啦吼。哎，要起只头。好呀，搁起新的啦吼。哦。可以看电影啦。第一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啊，你今麦你来坐到板桥，啊，伊来，你若你像咱用行出去，伊若要叫你补票，你好补得着啊。这台有到倒落哦，啊？这台有到倒落哦？上哪？上哪哦？二八三四。无啦，伊讲这台到上哪啊？二八三四，刚
到达了283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嗯，哎呀，都肥了。板桥、新竹、苗栗、芳园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田庄、斗六、内湖。
非持有本班车车票或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，请勿上车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南极的本班车车票，或者是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，请勿上车。感谢你的配合。下一站，七度奥地三，七度太多嘞。We are now at 七组，左侧开门。非持有本班车车票或使用电子票证的旅客，请勿上车。唔要坐迄只出来，咱对边仔出来。哦，哦，这这水呢，圆润润的。哦，上山那个唔要，是讲你是看可能看较无影吼。对啊，上对啊。本性的一点小三。